去吃完了牛肉面呢，觉得好满足啊。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板桥的板南钓虾场。这间钓虾场当初红于网络上，它会红，不是因为它的好，也不是因为它的地点，而是它的天。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体验一下，说现在的板南钓虾场到底还是不是当初那个2.7颗星的钓虾场？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进去开单做钓喽 ，Go！
我现在已经在板南钓虾场里面了哦。然后它现在二月初，它这边只有一池综合池。不过我刚刚已经先量好水深了，然后饵料今天我们是使用豆饵三袋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开单吧 ，Go。我想开两个小时综合池，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如果之后再续的话，一个小时会加300块。不用，没关系，谢谢。OK 了，我已经开好两个小时的综合池了，他这边两个小时综合池450元。一下去就有号了嘞。我觉得可以哦，三，走出去了呢，哦，哦，给各位看一下，现在是2月4号，然后2月4号它现在 Google Map 上面的评价，我看一下哦，它的星星数变成2.3颗了。我又沉了，我们该开枪吗？不然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次到底能不能起一只虾吧。没有，真的是钓不到哎。哦，好像有号喽。沉下去了，那我们来开开看吧。哎，我们正钓一个小时嘞，已经一个小时还没有钓到一只虾。就是各位，如果你有来这边做钓的话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钓况吗？我们来试试看到底起不起得来吗？这次我们换正达，哎，正达就起来了呢。结果我们终于在1小时又4分钟钓到第一只虾了，但是这只虾是勾到身体的。我们钓一个小时终于可以挂网子了，我觉得有点猛汤哎。来，我们开箱看看吧。有，哇！结果他这个钩子是打在他嘴巴前面呢，所以应该也是撞到钩子而已啊，没有咬的讯号。哎。我们的时间终于到了，这两个小时是非常的休闲啊。哦，那我们来量一下我们今天钓这两只虾有多重吧，我们再用他们的公秤来量就好了。这两只都是母虾啦，虽然说它这边是综合虾池，不过今天因为钓的数量不够多啊，所以没有办法确认说它公母的比例大概是多少。那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重吧。这样两只虾1.25。我们今天花450元钓两个小时的综合虾池，总共有1.25的虾。然后我们今天总共钓2只而已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去做料理吧。
嗨，我们回来咯。是说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在路上买了一些我们等一下做料理要用到的食材。诶，为什么我们去钓个虾怎么会买个小肠回来呢？是因为我刚刚看到这盒猪小肠只要36元，哇。那在做料理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事前的准备，那我们就来腌肉吧。首先我们先加入2大匙的酱油，催泪，然后我们再加入2大匙的米酒，催泪，呜，好像不喜欢加太多，酒越多越香啊。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太白粉，接下来我们就将我们买的猪小肠切断放进去吧。剪好之后先搅拌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我们的主角泰国虾，是说这些泰国虾我在虾场的时候我都有做去味囊还有开背处理了，我们要让它静置10分钟做入味动作，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先去处理一下我们的菜盘。OK， 我回来了，我已经将我们菜盘处理好了。今天我们的菜盘主要是有6只青葱，我们要将青葱分为绿跟白的部分切断放着，然后还有2只朝天椒，我们将它斜切即可。接下来则是一小颗老姜，还有9颗小蒜粒，那我们就来制作我们的调味料吧。素蚝油2大匙，后来催泪，接着使用酱油也是2大匙，催泪，二砂也是2大匙，催泪。啊 ，all in 的啦，催泪啊！然后加上米酒4大匙，催泪。啊 ，all in 的啦。最后我们再加上些许的太白粉，这样子我们的调味料就准备好喽。那我们就准备来开始料理吧。在锅子温度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来上我们的奶油吧。来吧，催泪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刚刚腌好的肉拿下去炒吧。好，我们先把料拉一拉，炒一炒，把它炒到半熟为止。哦，好香哦！我们先将它捞起来，放到旁边。然后我们趁着锅子有香气的时候，来炒我们刚刚的菜盘吧。我们先将刚刚的姜片、小蒜粒、葱白都炒下去。哇、哦，有香味跑出来，好香哦！OK， 炒出香气之后，我们再把我们刚刚的肉加回去吧。我们先拉一拉，接下来我们再加入我们刚刚制作好的调味料吧。来吧，催泪，哦，哇，这个感觉真棒啊！那接下来我们就盖上锅盖，哦，让它滚一下子吧。
最后我们在收火之前，我们要把刚刚切好的青葱还有辣椒加下去，会来催泪，然后稍微拌炒一下就完成了。哇、哦！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奶油铁板虾小肠好吃吗？哇、哦！我们来吃吃看小肠。哦哦，今天这个葱爆的香气有完美的味道了我们的肉里面呢。我觉得这个小肠吃起来好香哦。感觉这个时候少了点什么东西呢？啊？还有我们的啤酒，今天我们喝的是台湾啤酒的经典款。敬你们！今天特别有把虾子的背打开，然后还有去它的胃囊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这样炒好吃吗？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虾肉吧。哇，感觉虾子炒得非常入味耶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好吃吗？哦，这个调味这样炒虾子刚好哎，不会太咸，味道很刚好哎，整个味道都有吃到虾子里面。尤其泰国虾，它的虾肉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我们这样开背去炒它的话，味道有完整的炒进去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些料理吃完的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